煮好的鸡蛋立即拿来泡冷水，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，这样在剥壳的时候就可以轻轻松松。你学会了吗？鸭掌和五花肉冷水下锅。没错，今天要教你用电饭煲在家也能做卤水拼盘。主页更新了1000多道菜，每道都很详细，你不知道吃啥做啥，点我头像旁边的加号收藏，学到就是你赚到。煮好捞出来洗干净，准备一点葱姜去腥，下鸭掌、五花肉、鸡蛋、豆干、盐、生抽调味，不会熬糖色的下老抽调色，料酒去腥，白糖提鲜，下一包含有14种香辛料的卤料包，加水淹没食材，用电饭煲卤半个小时就 OK 啦。录制视频不容易，点个红心支持一下，谢谢。主页每道菜都很详细，总有一道适合你，记得点我头像进来哦。